大家好，我是你，我是羊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在牛年蛋饶河店，没错，我今天要转鸟。我已经看到很多个我想有的。好，来，我们直接去抓。那我们先开一下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帮我开一下。你开。它这个是羊精心挑选的，闻味道。隐藏版。它要这有分大隐小隐吗？有。你要大还小？大。哦。金色的。大家你想说隐藏版在长怎样？给你看一下。隐藏版就是这只。这是它。开始转扭蛋，他跟我们一起转，好。这种小小的袖珍的是最 Q 的，像鼻屎一样，欸、它真的像鼻屎哎、欸！你们不要瞧不起这种那么可爱的东西哦，等下转出来你们吓死。哦哦哦，便当盒，白色的，小，可不可爱？可以耶，做蛮好的哎、欸。对、啊、它是一个篮子，啊，便当盒。下一个，我们要来转留声机了。我儿子上次我们之前转了一台留声机，然后嘞，他只要我们只要按那个留声敲就这样，那个他的节奏是，他是有跟他 tempo， 没有，他就是想要跳舞，他跳那首歌他受不了他跳舞。哦，很大台呢。哦。这就是挂掉。对，因为有人挂掉。这时候瑞比就要走过来，这时候是有人挂掉的，对，太奇异了，可以的。好、啊，下一个，来，我要，你要，哎，我都可以贝尔吧，先那个先读了那个白雪公主，对，白雪公主的也不错，白雪公主最好看的。它是两层胶带，你等一下，人的手的握力没有办法捏爆一颗生鸡蛋，这是真的。屁耶！这是真的。鸡蛋给我。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歌怎么唱？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。谢谢。他做的很好哎，好美哦。哎，他可是站在 C 位的哦。好美。然后这个是支架，支架我就先不煮了。支架不要煮，他等下很难受。对，可以耶。他好细节啊，200块可以呢。好，那我们来下一个。我迫不及待的，欸，我想要这个，这只熊跟这个长颈鹿的，我想要这两个。哎，这个也很可爱。这全部都超可爱。哎，真的超可爱的，真的可以。它是什么？它是娃娃吗？它是复古的那一种的，它是一套，然后很小。我要长颈鹿。我想要熊。你不要一直挑你好不好？那我就长颈鹿啊，怎样？就这两个我都可以。哎，好复古哦。对啊。熊，熊，我是喜欢的。等一下，先看它会滚。可以呀、啊。Oh my god， 好可爱哦、喔。可以滚的呢。超可爱的。然后旁边有它的吊卡，你看它这是穿过去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绳子。应该是玩具熊。对，很精致哎。超美，超美。可以呢，这个真的可以呢。帅哥。帅哥。来，这是谁要抽？我。你抽给谁？他要红萝卜还是白萝卜？他才是红萝卜。红萝卜你就一定要这个贵枝的这个。他叫女豹哦、欸。他是燕菜哦。这个是羊最喜欢的摆 pose。他60块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好小哦。那贵着吗？哎、欸，我们抽到我们要的、啊，我是抽到我们要的、欸，哎，是哦、喔，对啊，因为它太小，对对对，挂在我的包包上面，这真的特别超缝，好超缝，它是软的吗？硬的，怎么烦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会不会很尖，把它刺伤啊？这个它不能网吧，这很尖呢、欸，它可能放在嘴巴里耶，它会吃进去，它说红萝卜，吃进去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哇，这个。你现在没有眼镜之后，你要再回归眼镜。对，我要这一个，这个跟我之前那个好像。他是想要戴在他的玩具上。完蛋了，不是，我走那个超丑的。它是眼镜盒吗？眼镜盒，我走那个超级无敌丑的。眼镜盒可爱哦、喔，眼镜超可爱的。它是钥匙圈哎、欸，它其实还好，不丑哎、欸。这玩具完全可以戴。对啊，我感觉可以再扭一个哎、欸。下面这个30块而已，还是我先扭一个给少少。你看这个，他喜欢长颈鹿，可是他是属猪，
他为什么喜欢我？但是他最喜欢兔子。好，那你的兔子。他到底是喜欢哪一个？他最喜欢是猫咪。对，他喜欢阿咪。鸟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么可爱的，可爱。这个也太日系了吧？哎、欸，他不对哦、喔，他前面这两个轮胎、欸，他怎么玩啊？他就是这样滚来滚去，滚去而已。你要要求什么？三十块，你要要求什么？我再扭一个眼镜就好。不同颜色的，粉红色的眼镜壳。呜、哦，这个好像那个 Eva 那一个，那个真稀坡，这是女生的。好的，可以的。感觉主任的眼镜，这个稀坡还戴的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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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御姐的眼镜。没错。好，下一个。不改变主意了，我要贩卖机。哦哦哦哦哦哦，黑色的哦。这么小，这是什么？它里面的东西啊，所以按了真的会掉下来。你东西装进去，按了它真的会掉下来。然后这个打开可以补货，哎、欸，不打开。打开可以补货。按了怎么掉下来？哎、欸，我们装个看看，来。你叫我用是不是？这样手很废是不是？好吧，这个耶。下一个，哦，这好可爱哦！这个是我想要熊。我们之前有转过这种木雕感的这种动物。熊哎，100块，鸟熊很大只哎。对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那个野猪山猪。野猪啊，然后一个问号。哦，我想要问号。它这是木头吗？它是仿，就是仿木雕那种感觉。我们之前有转，很久之前有转过类似的。嗯，有人还在用贩卖机耶。对啊。哦，野猪。真的吗？它是木头吗？还是塑胶？塑胶。它仿木头。哦。好可爱哦、喔。小小的，跟的狗一样，它长得太像你的狗了吧？你不要很想要卡卡好不好？真傻眼。好了，这就先我们的牛蛋，然后有人还在研究那个贩卖机。他还在研究，我们你后面有要放花絮吗？你研究成功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研究成功。如果没有花絮的话，就表示放慢速度，没有研究成功。好，你刚刚好像有掉，有掉，掉上面这个。哦，所以它不是每个按钮都可以按，好，不是每个按钮都有效，啊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大家记得订阅我们三个频道，第一个是雅恩的体婷，第二个是 Sandy 的脑洞，第三个是 Sandy 的主频道 Sandy 卡哈，订阅起来，拜拜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还有小铃铛，拜。